我叫欧阳锋，很多网友都好奇，欧阳锋，你的小蜜蜂怎么收回来的？教大家哦，户外收蜂大法，来，现在锅盖里面什么都没有的哈，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哦，等待五分钟，看我怎么样把这窝小蜜蜂收回家。来，摄影师录好细节，开始，镜头往这边移一点，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，抖掉。看我的小蜜蜂，我小弟来回家了，小弟走，小弟快点跟我回家住别墅。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上面的快点下来啊，还有这边的。快快快，我们马上要回家了。好，收蜂完成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拿着我家祖传的这个锅盖啊，我们在户外收的蜂，看好没有，学会没有，有不懂的啊可以问我，好不好？